好，下面我来讲接发球的站位。接发球的站位分为两种，单打的接发球站位和双打的接发球站位。首先是单打的接发球站位，基本位置站在离发球线大概在1.5米左右，两脚自然分开，重心在前头，眼睛正视着对方发球的人，身体稍稍地向前倾斜，基本是这样子的位置。那站位的时候呢，不要太靠右边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靠这边了以后，对方如果发你的头顶去的时候，你的漏洞会很大，所以稍稍的站位靠近中线，这样可以保护你的头顶。好，下面我讲。